嗯。等我一下，我现在是开采集系的，想说等下玩日嘛，就开个来挂挂材料嘛。之前就有讲，现在是猎人了，状态，啊，猎人，好，就是。然后再来，我是要测试一个东西，然后先测试一下，不然正式服没有测试到，很亏。先就打开这个。哦，一样是给常见呢，那这样好，这样舒服一点点呢。我以为猎人会给弓箭。没想到是常见呐、啊！哦，是给袍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因为我现在点数还没点嘛，我现在点数是点战斗系点数，然后发现说，哎，看要魔会不会不够，然后想说啊，对呢，也会送这个，然后是送加70的天气应该还 OK，所以。就现在还行，等一下哦。等我弄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玩。稍等一下哦。所以小鱼猖狂抽奖，正常啊，因为他不抽，通通就没了啊。我想说，要抽晚点再抽也不难，因为今天还会再玩一下。那他全部抽完的话，我会很头疼啊。不用啊。因为真的，你开一只新角色去刷就5000块了。那个是我隔壁的账号啦，我的分身账号。然后我的分身账号刚拿，看又5000块，5000块。然后一样有螳螂。好的，现在回去。先去学两个技能，先来去学狩猎，再来要学治疗。因为我拿电锯，我其实除了我昨天玩，那、啊、我玩的那我啦，我前几天玩那几只角色，再来我就是喜欢这只小女仆。喂喂，哎，因为这只角色也是拿什么都很大吧，他只是他挥刀动作会有点慢一点，唐突加，你看他这样挥，动作有点慢，所以他比较适合是拿，要说空手啦，他空手蛮好看的。再就是点技能啦，
出啊，看到你了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啊？对不起，那样也不用上课。然后再就是我们来列班，等一下，不该列班，先去清包包。然后这只角色，这角色放魔法有点久，像这样子。放魔法三，多加七。不行。魔法的。转一圈。到处都看得到微微的踪影。哦，20块，那可以了哎，因为之前卖只剩下14块，那至少没事做可以开采集器来采了。采东西，是，六。可以叠哦，只冰蒜，因为会卡欸。等一下就是把音乐音效关掉。成品8折，原料7。哦，是哦。有啊，有人说你昨天抽奖。哎，小鱼，你去创，你隔壁不是有空位吗？你去创角色就5000块，然后你再删掉就好了。呼噜安安，我没意外的话，我护士应该是玩这只角色啊。我护士应该是玩这个小女仆。技能破裂，破裂技能啊，玻璃，把音乐关掉。啊，就这样子。野番茄，好麻烦。不会啊，解个你就开三只角色，解完新手任务就15000了哎、欸。你就15000了哎、欸，那你再把小蝙蝠跟那个螳螂丢出来，你就15110块了哎、欸，哪会麻烦？我应该只会开一只猎人吧，然后另外两只就可能就只是开传教士，先开传教士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挂个随便挂个东西。不用解新手的样子，是哦，直接走过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这样更快欸。你是说直接从召唤间走到那个王宫二楼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欸，那这样就好啦，小鱼去。哇，太坏了。好的，我们有人场开始。一样都是一人一次机会，创建房间。东风，
哇，三五五五四，没有，失踪少年现在在那个在日马场，在麻将馆出没了。欸、有些人延迟真的很久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我真的还好啊。有特殊规则吗？尽量不要胡一番，好不好？可以断幺九，但是不要一番，不要那么小鸡鸡。鸡鸡可以小，但不要太小，好吗？说好的喽。我今天在你。没有，我今天在你开台时研究一下开台设定，想去开个小鱼时空台，可以呀、啊。你就标题打拾荒致富。繁星现在有多少角色？除了，加起来十只吧，不算，有加那个一鸡跟二什么的，就一开始那两只。你可以问，也可以顺便问水里啊。我的东西也几乎是水里帮我用的啊。应该说是点点先帮我用的啦。怎么办呢？不是用翻用那个符的话，很多情况下只能靠自摸啊。我知道啊，因为上次玩过玩太累了。是哪一支画面？等一下、喔，这支这样子好不好？对啊，宝牌不算，我这样就没有用了啊，我这样就只能靠自摸了。我们就口头规定就好了，不要玩那么累啊。雷合一番，就只有一番的话，要不要抖那一下？要放哪里啊？就这边都还不错啊。李记，龙。哎，就这样子。
好累哦。算了啦，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去做了。你们要帮我看一下我的左边那个快道具栏哦，如果没有增加的话跟我讲。还是我截这个画面，要看到我的小女仆没有动的话就跟我讲，这样子。就是他等一下会有个什么停止动作，这样没有动再跟我讲，好吧。哦，这样子我叫我天天开台我都开心欸。对啊，你那个锁下去之后反而牌会很难抽，会变牌也会变很小。放哪边都不对，你啊，挡一下画面，因为如果放在旁边的话，会挡到别人的牌吗？放这边好了。那其实女仆的话是另外一只角色，杰克在玩的一个角色还是女仆。因为政府的话打卡是经验加十，这边是原本就两倍了。不对，哦对，要打掉。雷霆巨眼啊，想叫我叫你巨根啊啊，巨根安安啊，非常危险啊。旁边是顺便魔力宝贝嘛，就顺便看啊，帮我看嘛。就是现在反正我有讲嘛，之后如果开台就是我也可以就是下午开个轻松台或画图台，然后把魔力宝贝视角放在一边，就挂材料什么之类的。没错，雀魂宝贝耀祖的眼睛没有啊，我说巨眼啊。那、啊、他是希望我讲巨根啊，我就讲巨根啊。说到眼睛，我等一下点眼药水，我眼睛又不行了，又不是我的语言啊。
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，哦哦。这样班服的话，就是门清跟平和啊，就两班了嘛，就只能这样子搞啊。啊！打错啦！有没有练功连遇两次熊哥的八卦？有啊，很长。哎、欸，你练功不要去楼下练，去楼上练就好了。练功只需要在楼下就好了。不是啦，楼上一楼练就可以了。二楼没有人会在二楼练等的啦。啊靠！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要碰。我现在都喜欢开始做门清了。我知道小鱼做大牌的诀窍了。我知道我一般，我不要糊就好了。我只要不要糊，我就不是小鸡鸡了，对吧？睡啦！谢谢两番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，对不起，我忘记要门清了啊啊！我的错，靠腰啊！我错了，哭啊！怎么这时候无缺会出现啊？我要抖什么？我想一下、喔。好嘛，这次就不小鸡鸡了，好不好？我血池一下。干！帮忙！我专门出现最靠北的时间。不是，我刚刚鸡鸡还没变大，现在变大了。好了，感谢神之子，感谢蓝奇，还有这个我永远记不住观众是谁，不好意思，再跟我说一下你是谁。啊，3554哦，3554，你是小龙吗？聊天室星空太多了。欸、阿亮有听到的话再点一次哦，有时候点太快我还来不及看到，看不到。嗨繁星，嗨凡间已满，我难过。不会啦，现在几个人看一下哦、喔、72可以啦。你只想过人家中没有啦。哎、欸、对，刚刚如果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是庄家被炸掉会比较痛，哭啊哭啊哭啊，我要打哪张啊？啊，你的游戏体验呢？你还想体验？你还想起舞啊？哭啊！嗨，水里，小鱼说想开台，再麻烦你一下了。
哎，顺便教我怎么用聊天室好了，我最近想要用聊天室出来。如果你学到怎么用聊天室，再来教我，我再去教兰兰怎么用聊天室。那昨天小鱼在地上看到垃圾就很开心，那时候我们兔窝那边是看到大家在笑。他现在是当丐帮帮主的事吗？对啊，我叫他取名叫小鱼乞丐，他不要，他要小鱼可爱，不要小鱼乞丐。你觉得先把房号打好，等到冬至，就是准备刚炸人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要按了啊。然后你要自己观察说我的聊天室延迟多久，要自己观察。哎，换我了。啊，打错了啦！对啊，然后刚刚昨天就是，哎，对，如果聊天是延迟的话，有没有？他说你那边你没看到吗？他在嘴他，狂嘴他，怼死他。对啊，然后我们昨天有在物色一些兔窝的地点，有房，有农田。拿地点，等一下开给你看。等一下等我东西列满，你等一下如果还在看台的话，我再带你去看我们的兔窝集散地。看到宝箱有用吗？有。宝箱可以用那个钥匙打开，那钥匙的话你去查攻略查得到，不然你就打头目万岁这四个字，你可以找到关键的那个攻略，它是100块换10把钥匙。然后我们昨天就是在另外一张地图，因为宝箱里面可以开到很多东西嘛，如果你是看到什么什么问号的话，像比如什么叶问号、种子问号，那些都没啥用，就扔了吧。啊，你可能会看到魔石啊，然后很大很大颗的魔石，哎、欸，是真的很大颗哦。那个是可以卖到1000多块的魔石，可是几率真的是很低啦。啊，越后面地图越好开到。你说要使用拾荒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没有天天是在丢钥匙在地上的啦。看，当你开政府之后，你地上就几乎真的是捡不到水晶碎片啊、钥匙啊那种东西了。你想太美咯。我真的觉得鉴定师不错啊，因为素金那边前期就一定有很多。啊靠！
不是吧？后线哦，想说红中怎么还没有出现？拾荒前辈嘛，你是说我吗？我比他更会拾荒，好不好？哇哦，这一个是，再来一张、两张、三张啊，完美！哇哦！怎么感觉我的繁星，你的繁星什么？你的感觉，我怎么感觉我的繁星台听起来特别好？我在想就职，但在找工会在哪？那个西医，哦，哭啊！西边医生，对吧？西边医院，在西医后面。你要先去东医买那个止痛药，然后再去西医就。啊，差一点点了啦，差一点了。嗯，没了，被他无情的断掉了。没事。他少了一次上精华的机会，对啊，想说如果真的来的话就来玩单骑啊，结果咧就这样子醒了，都还没吃到东西就醒了，还有点人丢掉了。既然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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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欸，真的有梦过那个吃的，就是梦到东西。欸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梦过东西吃到嘴巴过。欸，每次都是要准备吃下去的瞬间就醒，然后就醒来又觉得肚子很饿。没有限制番数啊，没有，但是就是尽量不要单纯断幺九而已，或是只有那个
有三个白、三个棕、三个发这样子，就是尽量不要只有这种番。你要嘛就是，就是你断幺九可以，但是你要断幺九再搭什么什么仪器罐，不是不是仪器罐，靠药，断幺九加平和啊什么这种东西。我眼睛好痒。宝牌叠高可以啊，你有九宝牌、十宝牌都欢迎啊。对啊，因为如果这番符的话，你宝牌再多也还是要靠自摸啊。啊，我才不会打你。啊、不对，他混一色，我打这个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！リーチです。ロンです。耶耶耶耶耶！你看，像人家断腰酒，你至少还是立直断腰这样子，但我 OK 啊。好了，感谢我的四战客没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我等一下，我快练满了，我的魔力快没了，魔力剩22。感谢靠还不好，哎，这一批等一下先不要动哦，我先带这些角色去卖东西，出发卖东西，嘴里在吗？所以为你介绍我们之后兔窝的聚集地，你看这边是银行，然后小鱼每次冲进去喊抢劫，然后就可能看到地上会有东西捡，捡完之后呢，我们会来这边交易，这里，这边就是我们兔窝了，你看这边有农田。有桌子椅子，有花花草草，然后可以在这边丢地上交易，然后水里应该是不在了。来介绍了，进去卖东西，卖完东西继续挂。我在几分留酒啊？在九分留。你本来挂在兔窝的哦，这样子啊，我看看今天可不可以列到法国面包材料让你玩。就是
100之后，我要列到7200才能列番茄。够，我列100，再來是乘以3吧，三，我是7200吧，还是忘记了耶？二级是多少啊？3360，360，是两倍的数量，斗笠。好了，开始。其实我这三天只吃了一餐，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一餐，我本来吃不下的，然后好啦，想说有点饿去吃，可吃了两三口就觉得好饱。然后饱了之后就放在旁边没有吃了，就到了现在这样子，不舒服。不是啊，我为什么要碰？是因为没吃东西嘛，没吃东西只喝茶的话，是对肚子非常伤，会很痛。没有，我现在状况就是，现在只喝水跟喝茶。应该打这张的，先打这张，然后再打宝牌出去。小面包吃不下，你是说你做的面包？繁星身体也不舒服哦，不是不舒服啦，对，我生病了，这样子。眼睛好痛，看刚刚说到滴眼药水，梦想，理想是岭上开花。只剩下他了。这个也有，没有了，只剩下他了。吼！看牌哦，你只能打他了
那你听什么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不是在听什么？欸，碰到这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如果你不是急手风的话，这是怎么办啊？我听白板哦。你看，那如果一开始就这三张，那这三张都要打掉吗？还是做？好，我知道要做什么。一、二，走开啦！啊，对对啦。是啊，你靠腰哦，你合到六倍满的话，你还去签彩票，当然签不中啊，你运气用光了，懂吗？每个人都说被雷劈中可以签彩票，可是你就是已经运气用完了，你还去签彩票、签乐透，这样有用吗？你看像轻松生存那时候，哎、欸、对，好像就是哎、欸、不是酱油，有一次就是好像酱油遇到骷髅陷阱嘛，被那个骷髅陷阱被雷劈到。然后右边大叫不是吗？没有啦，我意思是刚刚你起手就是不是自家的风，然后啊这种自家的风你会全部打掉，还是就是留着当魂，还是就是当客？你现在又在厕所打字吗？刚吓到我了，白痴哦！跟西很有缘啊！对啊。我原则上也都是留自家跟长风的 啊真的不打的话，我就会把这个打掉啊，对不对？他的声音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哎，对，你可以把他的声音关掉，对不对？语音东西。把你声音关小。干嘛啦？等一下啦！到底在哪里？等一下找不到那么久，找到了。是的，是观众场哦。应该
熟悉这些 ID 吧？你看肖信啊、小鹿啊，这些 ID 我看都是啊。而且重点是，你知道看这个有人场，有人场 99% 都是观众场。好吗？我现在没有开过跟其他人，应该很少在酱油团团的声音，还是有那些声音才是有人陪，然后的观众场，也还是观众场。最近才开始追繁星打日嘛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最近才开始追繁星打日嘛，我刚最近才开始追日嘛打繁星。魔力又断了，没有啊，我的角色还在动啊。你是早上挂到断线吗？他目前好像挂网挂太久，还是会自动断。Regi， 哇，你立啥？你总是听这张，哎，你鸡鸡太小了哦，你的老鹰变麻雀了哦，他也太无情了吧！我已经把他声音关比较小了、欸，没有，不是啊，你没看到右上角有人在动吗？你以为那是 GIF 吗？那、啊、真是无情例子哎、欸，天啊！没看过这么无情的人，人家麻雀变凤凰，你们老鹰变麻雀，肚子有点饿，可是就是怕吃太多吃不下。这场结束，我等下去第一个眼药水，去干嘛？去滴眼药水，去找个小东西吃好了。捏，南北西东，糟吗？我真的不爱，我真的是多的话，其实我只吃那个布拉希粥，人家是广东粥嘛。我是广东，我就是不喜欢吃皮蛋瘦肉粥那种。然后吃了之后，就真的要选蛋粥或者是文仔鱼粥。比较喜欢吃有，对不对？维修吗？干，第二个了，在这里啦。要等小鱼啊，一个人练就。你看，我今天如果要是一个人练到40级的话，那小鱼如果是3738等，不是还是要陪他吗？
他发就全齐了，来发在这里，无情发财，咸蛋瘦肉这个我也还好，咸蛋我可以就是边吃边配这样，可是他如果混在粥里面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你知道吃到清淡才会配咸的嘛，啊如果你整碗都是混在一起的，啊如果你今天想吃清淡的你就没办法了。我是不是刚刚差点七对子？地瓜粥，其实我真的不喜欢粥啦，我真的喜欢，虽然我常常说我不喜欢咬东西，可是我还是喜欢吃面。那粥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没有，哎，我粥可以吃很多碗，因为就是没有那个饱足感，没有咬东西就会感觉没有饱足感。哎，不要放盐，不是这问题呀、啊。啊，你咸蛋就是咸呐、啊。好。要放掉这张吗？只能放掉这张的，对不对？给你呀、啊。碰一下哦，吃一下哦，好牌哦！冰冰打啥、啊？ Run! Run! 哎呦，啊你差一万呢，果然，鸟鸟都是后面变大的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好了，感谢信，感谢不知道，感谢露露，感谢感谢。感谢咯，啊我淡了一下哦。玲玲才鸟高才之人，好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弄看看有没有东西吃。回来了，那再等我，等我三十秒，我第一眼要睡。安安啊，对，是广告。好了，开始咯。
你整夜没睡觉在上班，好困哦。在玩啊，这是白班对不对？然后这是信嘛？啊，这是还没改，好像哦有玩过。怎么了？谁在道歉？不用道歉啊。对啊，反正就有输有赢啊。你看，我还不是输得很。我刚刚的试案课还不是没了。没事吧，不用道歉。对啊。你看露露现在就有可以去玩。玩那个啦，玩魔力宝贝啦。对啊，绿色还不是没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如果现在修罗场回来，搞不好变很强了哦、喔。那排谱那些都记得差不多了。我是不该这样子打的，这样好难听哦、喔。应该把这两张打掉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被胡子会觉得说他怎么可以运气这么好，为什么就没有，我只会怨天尤人。对啊，所以可是断幺九就只有一啊，一样是断幺九，然后大家叫啥，两个，一个宝牌，一个红宝牌，一样啊。好的。啊。昨天就对人生感到，啊，怎么讲？当下觉得哪个好虎？大四喜，嗯，我会写信去跟他说，我想要修罗场回来，应该很多人写信。你想写什么信？赔钱吗？
望狂度的时候修罗可以玩哦。真的，三张。诶，谁叫我？繁星会抽狂度吗？不会。我说过啦，我有这只之后，我就不会再抽其他角色。哇，谢谢你呢。可是我觉得我糊不到呢。杠。哇，谢谢你呢。那我知道我要留哪张牌了呢。安诺呢？安诺呢？我看到有三个。元春河呢？算了吧，哎，这么多角色要抽到一个河，算了啦。而且你看哦，元春河也不会漏这个的 PP 啊，对不对？就像动漫讲的，动漫里说的，它只有很多没有用的脂肪囤积在胸部上面而已，但是那个脂肪我喜欢。那如果什么是什么兔子脚合作呢？浩瑶，你是说哪个兔子脚？你好好说。地球只有个欧派，有两个哦，对。啊，如果原成盒跟兔有兔耳的话，当然买啊，当然氪啊，我再继续氪150氪到直接买原成盒啊。嗯，彩鸟在天平那边玩的如何？你玩到几等了？哇哦，哇哦，我刚刚其实应该把你那个兔子脚给 ban 了，你知道吗？黑口啦，会氪吗？这个不需要我氪，我的观众一定都会氪爆啊，氪爆就可以看就好了、啊，你懂吗？可是想随意打也没有那么容易耶，这怎么随意打、啊？哇、wow、真的每次看闪闪的牌都超好的、欸，都有两个三的嘛，两个三组的跟一个眼，然后他就是每次看他，哇靠，牌种都可以这么好啊，闪闪，
木木安安。有啊，我看到你那个打 YL 就知道你是打早安的早了，我们很棒啊。你今天其实也不错，很久没有这么好了哎、欸，而且很久没有邀酒来找我了哎、欸。觉得吗？哦，是我电脑超破，不是啊，我看得懂啊。哇哦，酷诶！哇哦，酷诶！リーチ一発ドンドラ。満貫。哇哦，酷诶！看。你牌再好，也还是有人比你更好，对不对？我要去出书了。哎、欸，我受伤了，我的角色狩猎受伤了。这受伤真的很亏，你受伤会少猎到很多经验，有时候你会 miss 掉。繁星在工作时不小心受伤了，看，受伤了，然后这边一个白伤，健康状态白，别哭了。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在看到亲友团有，就是我那时候有说我在练技能、啊、看到有那种那些人在受伤，就冲过去医嘛，把人家医到恶化。要开护士帮我呼呼吗？看你要不要练技能啊，你要练技能就过来啊，我在东一外面，东一外面安安，因为这一局第四局了嘛，结束后就要去那个，就要 回去医院补，你不医的话也是我自己医啦，就看你要不要来练，反正封测而已。所以无缺，你们有没有决定要玩什么啊？之后有要跟小鱼一起配合吗？就小鱼想要当厨师，跟我们玩。好嘞。嗯，冰冰，看到这些牌，我有不好的回忆怎么办？我很难过。你知道我很难过。露露加入了你队伍。绿衣色不是，努力付出就会有结果。等等，还有场吗？有啊，一直都有啊。今天不会，应该说到高校前应该不会开去练等啊，就只是魔力在挂材料而已。之后应该也都这样子啊。之后就是魔力开着，看、啊、好恐怖哦，对吗？就是魔力开着，然后挂材料玩日嘛。欸、材料，你是不是跟我玩几乎都是一位啊？中三而已，发现我高校哦。没有，我们是口头规定。至少你断腰至少要搭一个E，你要断腰加什么
好牌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只有断药一个亿而已，但是口头规定而已。没有每次吗？可是我觉得好几次了。YT 可以改名字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这每一次都看到你在上面。你有玩过真实麻将？有啊，我就是因为玩过真实麻将，所以我才讨厌打麻将。不是可以断腰，但是你的断腰，你不能只有断腰这一番而已。你可以断腰，然后就断腰配宝牌啊，断腰配，要配啥？断腰配清一色啊，都可以啊。好了，我可以去。为何同样等级的角色魔力会有差距啊？同样是攻手，你是不是说就差一二这样子吗？它其实有稍微的隐藏数值在里面，它其实都有一些小小的隐藏数值。因为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啊，怎么血量大家都同一个等级，为什么就是不一样？而且我画面没有在日麻，我画面在魔力。单麻69676，有要玩的可以去参加哦，可以去做朋友哦。好了，我带他去烈牛奶了。烈牛奶 ，Go Go！ 我可以崩人掉了。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能怪我，对不起。我以为可以翻到礼宝的，这就是错误示范了啊！这刚刚示范了一次错误的示范啊，我们尽量不要就是立即来，立即可以，但是就不要单纯断腰一番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去帮小鱼烈牛奶。因为昨天跟 HTT 玩啊，我们也就是想说，干他妈的就只有什么。断腰就觉得很气，那断腰一保牌这样稍微合还可以吗？那如果就单纯只是断腰，真的看得会很气。哎、欸，这不能怪我啊！我以为他们会杠啊，会什么之类的，帮我翻一保牌啊。那只有东发白的封牌呢也不行，看的也是很讨厌。那就挂牛奶了。反面教材是啦，觉得他都已经玩有人场了，因为你这个刚刚那个例子呢，也不是你能决定说他们翻到礼宝牌啊。如果翻到三张的话，还不是很大。等我一下哦，我去烈牛奶，这样子我们就有法国面包可以吃了。
时段不是，就是所有才现在都是口头规定啊，所以我说可以让他们断啊，可以断，但是你就是要尽量大一点的牌嘛，因为毕竟都有人抢了。这个一定要打卡，因为下一集你看一下，下一集等级要7200，7200什么意思？你要列3-4倍的经验值啊！那这边的话，可能就受伤，我就能靠自己了。你们太后是要特地过来帮我医伤也可以。好了，刚刚我觉得房间应该是坏掉了吧？二番符的话又太难做了啊！二番符有时候你明明就已经一番了，可以地址自摸什么之类的，可是你就写番符了啊，就人拼自摸啊。海底捞月啊，河底捞鱼这样子啊，有时候不想规定太多啊，所以就想要口头规定就好了。人事满了，哎，怎么还有人进来？再试试看好不好？好了。时段，哎。时段开过啊，番符也开过啊，就是会变得更难玩啊。嗯？怎么密室了？你是准备练？准备攻四户，四是什么？请问你攻四户那个四是什么？讲人话啦，木木又是什么啦？伐木就伐木，还木木？哦，士兵哦。可以啊，那你列列列可以跟那个啊小鱼配啊，小鱼就是要玩厨师啊。我紫色，你说紫色要玩厨师，那也可以啊。然后木木木是什么东西？在叫谁？对，就是你等一下不能单纯只有断腰这样子而已。你看，如果刚刚，哎，对耶，我刚刚一直自摸就好了，我不用吃别人的啊。可是刚刚没有，刚二条龙只剩一张吧，我不得不吃啊。4点到6点维护，我看到了，哭啊！魔力宝贝啊，4点到6点微笑。
哦，我懒得解释了，你们解释，你们解释，让你们解释。刚刚我们怎么讲？没有，不想规定太多，不想给大家那么难玩的体验。不然上次玩也是每个都在该说啊，你听什么？然后就直接讲翻服。哎、欸，我要受伤了，有没有护士要来伊尔村医伤啊？我的繁星又掰卡了，有没有想来练技能的？不练的话，我自己医咯。露露要来吗？伊尔村，因为会受伤就是你的狩猎技能两等就会受伤了，所以战斗系的狩猎啊采集技能其实只会到一等而已，所以其实那时候说用传教士那些去采很安全，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不会受伤。你跑到尾洞没关系啊，我自己移。啊，这个就是尽量看一下哦。这个能医伤就赶快提前医会比较好。失败。好，那我用其他支。成功，这个能医早点医啊，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狩猎的成功率，还有你不早点医的话，你下次受伤可能会变成黄伤，就是会更恶化啦，恶化之后你就会更难采集到东西。没有一级还可以啦，黄伤真的一级真的是也是你这样唬别人三桶没中礼宝好像要一般的，对啊，没办法、啊、没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就是没有办法。那栗子我也想说就算了啊，好，对啊，就是我刚刚有讲啊，就是你不能只是断腰一番，那栗子一番就算了啊，毕竟人家有办法有本事用栗子出来啊。绝对不是因为我刚刚一直栗子一番的关系啦。哦，我觉得栗子真的是很难呢、欸。我想说你有办法栗子一番好啦，很厉害呢。毕竟你有办法弄到栗子，你看你今天牌真的是烂到不行，你要拼到栗子也是很辛苦啊。啊，再加上如果你今天我要讲什么，好，你的牌运很好好、欸、就刚好起手就 double 栗子，也不是 double 粒子啊，可能过二巡之后粒子，然后才一番，好啊，也不错啊，你很厉害啊。然后联合之前很巧合，我都没拿过一位。你说我那时候连六之前吗？碰。
对啊，方立子，我说刚，就刚刚马上改口，发现讲错话了。那是因为我没有能力，所以很难立直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啊靠呀，我又受伤了。等一下，我另用另外一只脚是受伤了。我曾经想过要就职医生，然后就职医生，然后转那个转猎人，就那个东西，就是医生的那本书，在视频栏是打着叉叉。所以能力就好，可以啊。对啊，都直接绑定的啊，那时候想太美，而且那时候是我在 1.0 就想到这一招的方法，想太美，金光真危险，这张是不是很危险？没有耶，都用任何健康打的针耶。那个月亮俱乐部应该不会开放吧？月亮俱乐部不是 2.0 的东西吗？有种。两个酸民按了导战，没关系啦，给他们按，给他们按。冰山，你的牌很小欸。白曼。冰山赔钱哦，给他们按没关系，至少他们来看过我的台了。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，至少他们看过了。这是广告。啊。其他职业都可以使用。我还是真的没玩过月亮俱乐部欸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会增加曝光率啊，所以给他们按我更开心啊。因为那时我不是那时候有聊吗？月亮俱乐部我那时候只包了两个月之后就没玩了。太累了，该配人家的点卡，开个当时不该包月的，应该是开那种时段制的，然后去那个，然后就上线开个啊，应该那种小时制，上线开个一分钟，然后就离线。广告是不是跳过比较好？其实我不知道欸，我听的说法有很多种，可是从来没有一种是真的得到验证过的答案。有人说不要跳过比较好，看完嘛，对不对？可这样会造成说很多人就是挂着影片就好了，表示说其实他没有看到广告。那但是又有人说，其实那种要点略过广告的才有用。毕竟表示你在正在看东西，有看到广告，他们是这个意思啦。
你差点被饼干呛死，骂回去啊！饼干敢呛你，呛回去啊！呛他！董事长游手好闲的哦，优奈，对对对对对，原来优奈就是那个的、啊，对、啊，当时就是为了拿优奈啦。当时职业成功几率那个，好好，我当时好像也是为了想要拿连级减半的护符吧。我那时因为当时在练连级，是不是还有那个啊？超强魔法耗魔减少的。顶上没有，哦，是生产系的哦。冰冰赔钱。对不起，你不是冰冰，但是谢谢你给我钱。你跟冰冰讨钱呐、啊，他欠我的，跟他拿。对，不能断腰一般就对了。好，感谢冰冰木、欸、是木木吧？还有刚刚那一位，路易西乱打一通，走开啦！站那么久。好了，不广告。好啦，新的一场咯，我们开到五点吧，五点，然后中间休息三小时，我再开。哦，今天轻松高效结束后，会跟小鱼再练一下等级，想办法尽量练到40等啊。就这样，不然就是看小鱼什么时候想玩，我们就提早开台。啊、怎么又是我先？路易西乱打一通是你后，好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安安，总算，对呢，你抢进来了哎，嗨小月，你是不是很少打有人场啊？对啊，你蛮常打的啊。你也醒来了，嗨嗨嗨嗨！你已经睡着了，那你还玩？你是不是要教？要、哦，来了哎、欸。拽一张吧。情绪勒索我不是啊，我是说看你什么时候下班，我们才能一起玩啊。干嘛？现在找你一起玩的时间都不行了、哦？哇！你现在会拾荒就不需要我了，是不是？你是这样敌人吗？你那么爱我，对啊，所以我想跟你玩，但是你又说我情绪勒索你，好啊，那不要玩啊。哎、欸，断线了，哭啊！欸、对呢，四点了，我在干嘛？我想说，哇，怎么断线啦？关掉。关掉游戏，忘记要维修了啦。想说，踩到断线了。
要一直跳出来啊，吵死了！一直跳哎、欸，谁要啊？公测延长是12/21早上10点呢、欸，哎、欸，小玉，小玉又多加了一天呢、欸，小玉，小玉加了一天。什么时候公告的啊？刚刚吗？等一下。23分钟前。嗯，本次维护主要内容修复伺服器稳定度，维护完毕后补偿一个惊喜卡时铺满，留意官方最新消息。另外，为了更好的游戏环境，制作组将在于封测期间延长至4月21日早上10点。经过这几天封测，感谢玩家的配合与反馈。哎、欸，它下面有个东西是狮子洞穴的医护室取消药水和料理出售的 NPC，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微微的做事方法被官方看到了，他就是跑去人家吃那个 NPC 卖料理的地方买法国面包，被抓到了。哦，微微哦，打不动。然后还有什么修复秘密组织无法重复进入问题，是说那个吗？我们那个走一步遇一次怪的那个秘密组织吗？然后嘞，调整禁区内杀人风和妖花区域范围。哦，哎，小玉，这个意思是说那个那时候伟伟不是在我们的对岸吗？那边被关掉了，就是不会再有人在那边晃来晃去了。再来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开启因果报应学习任务以及后，哦哦哦哦，哎、欸，因果要出了哎、欸，那我是不是要开去转职了？因果要出了，我们再留意一下吧。这样子护士真的会很多人玩了哎、欸。你说一堆人踩点那个地方，对啊，就是在河的对岸，不是一大堆密密麻麻的人吗？就是那边，他说生成范围就是指这个意思。不是强势了啊，速动的 NPC 有用啊，对啊。那个面包你听不懂，好，就是说那时候伟伟不是说跟 NPC 买面包吗？就是多少钱？240块买一个面包，对不对？那他可以花480块去洞窟那边买魔力加200的法国面包，因为钱可以洗嘛，所以他这样洗不痛不痒啊，去买，所以他把那个 NPC 拔掉，那个 NPC 拔掉后就变成说他只能变成护士。回血回魔而已，而不是卖料理跟水。那至于因果的话，我们封测先研究一下怎么解，等公测之后我们再去解它。哎、欸，这样只有一番，不行。对啊，有因果会比较好，好活。干嘛啦？不能碰哦，碰一下是会死。哦，没法国面包了，对，就是没有 NPC 卖面包了，就是微微的做法被人家看到了。不是 NPC 被拔掉，它是 NPC 改东西。你要想哦，料理这个东西就是做出来要吃的，因为它现在伺服器。封测是因为送钱可以洗，所以你传过去你可以买大量的面包囤着起来慢慢吃，所以造成就是说没有人想玩厨师嘛，谁会想玩，对不对？这样厨师就没有人想玩了啊。然后
然后就会觉得说，白痴才会当厨师跟当药剂师啊，明明就买得到，干嘛要去特地去做，对不对？恢复正常价格也可以，不用刻意改掉。你是说什么价格？什么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仓库的地牢 NPC 的战斗被拔掉。什么叫仓库地牢？哦，是指这个吗？我等一下去看，我等一下仔细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哦。哦，第三点我没看到啦，御敌几率，它这个改掉有好有坏啦，就是拿到那个调查令的玩家会变多嘛，啊，只是说没办法出，就是在里面练功就是变得不好遇了。嗯，就狮子洞的水跟价水料价格，可是你要想欸。你一只角色就5000块，你开三只角色随便刷就12000-15000了、欸。那你15000，其实你价格抬再高也没差。而且我们昨天就是看到那个哪里，昨天在看那个小，就是那个乞丐的那个画面分享嘛，他跑去双子一，就已经一堆水晶、地晶跟水蓝鼠那些了、欸，你懂吗？五千，因为一只角色5000块是可以交，那是可以交易的5000块，所以物价已经，因为封测的物价是贬值的，所以你价格抬再高也没有用，你价格抬再高只会对那些像我们这种安安稳稳在玩的玩家不公平，因为导致说我们这种玩家也要去刷钱。才有办法活。你有懂吗？不是说你的方法不对，是那些人的做法，反正就不是很好。啊，看，88。不行啊，说好不能小鸡鸡的。我要冷。什么阿狗？他胡什么？三暗客哦，哼，还好嘛，没有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方法应该也有，就是封测吧，公测应该没有那个面包了，就是不知道公测之后那个面包还在不在啊，对不对啊， NPC 会不会变回来啊，对啊，你说的很棒，对，希望官方人员有在看我的台，谁会看，我真的要凭良心讲一句话，因为做一个伺服器真的不容易，就算你不要说魔力宝贝好了，麦块你要维持一个游戏有没有办法让玩家一直玩下去，其实真的很难，先排除那个伺服器稳不稳，毕竟一开始你也不知道玩家多少量嘛，那如果你去租一个很大的伺服器，那只会变得说，会不会就是杀鸡用牛刀这样子？你买了一个10000人伺服器，又只有几百人在玩，这就是之前那个啊，
卖块伺服器吧。你知道 The Hive 已经关掉了吗？无限领域，未知领域啦。未知领域之前就只开放100个人啊，当时就是我们有进大量进去嘛，大家都是跑去生存的，没有跑去玩船战什么的，然后就导致说没有什么玩家在玩其他的东西，就只是为了玩那个生存。可是生存也不好维持啊，那个大概也维持不到一个月就开始人变人清了嘛，对啊，当时就是一群兔哦，也是冲进去，然后当时我们家还被入侵过什么的，都有用啊。然后小鱼，你还记得那个吗？繁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是我那时候刚好有遇到一个有一点点问题的干爹，其实他可能就是热情过热那个什么怎么讲，他有点害怕过，不怎么讲。要开三麻了吗？还没啦。他就是有点怎么讲，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哎。有考虑玩看看 NFT 啊那啥。我觉得偷钱被发现那个真的是意外欸。我那时候本来就想说，哦，跑去问杰克好了。结果我那时候密评其实都有打好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要送出去的时候就啪康了。就杰克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有谁开过吗？对吧，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有点问题的观众，那时候想跟我们玩，就玩到就是自己真的是问题很多。买人的可以得到那张图所有权版权，你想啊没事。想要清一色碰碰虎，快要被说小鸡鸡，很难过。哇哇哇！佩林当时就在兔窝了吗？我对你们真的对你们影响。所有数位窗户好像都是粉，你是说一张是可以卖？
那时候只是小观众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有去玩未知领域的，都是三年前的观众了，干爹了、欸。你尽早摸一摸，看搞不好可以跨出去。各种平台交易分支做，什么 NFT， 顶上，乱叫。好的，感谢新微微，感谢路易西蛋来一刀。感谢小月，感谢感谢。好啦，不送了哦，不送了，不送了，自己离开哦，自己离开哦。NFT。打喷嚏！哦，好痛！哦靠！血的味道。喝到什么？打喷嚏呀、啊！打喷嚏打太大力啊。发呆错过，你也有玩哦。我的国是你的国是在我手上，啊啊啊啊！不是啊，那两拿两张啊，我只有九万跟九桶而已啊，又不干我的事。哦，不是我啊。好累哦，酒桶跟男男就不在我这啊，就酒桶而已啊。晚安，晚安。是啊，你不能怪我啊，你要怪你自己没有摸到啊，怎么会怪我勒，对不对？你只能怪你自己，靠腰我怎么打一万哇，好朋友啊。
他刚好七条到手上不是吗？很常这样子啊。刚刚跟学姐一起弄堵塞的水管，没看到前面几局，没事啦，我刚刚好像只有赢一场而已。五旬粒子还好吧，二旬粒子更讨厌的吧，一旬粒子更讨厌，这只打了一张，那时候好像打一个八筒，完全听不懂在打什么。对啊，那个双粒子还好吧？双粒子就是你差一点点就可以天合了哎、欸。所以看到双粒子都觉得很可惜，你差一点点就天合了。对啊，就擦肩而过啊。那地合的话是更难过啊，你只是出生的比别人晚。给我啦，给我嘛，拜托啦，给我啦，冲！你被两只辉夜姬糊哎、欸，天啊！看来有结婚的比较强，双叶姬，我们比较好听哎，灰叶姬、双叶姬。你好久没出现了哦，我好想你们哦。之前抱怨你们是我不对，你们都回来好不好？以前学生时代有带手机，我第一次带手，那时候是偷带手机去学校，那时候手机那时候是国三，已经是国三了，准备要毕业才带的。那结果当我高一的时候，我的国中的母校就发生学生偷拍，就是训导主任教训学生的影片，被上传到那个网络上，教育局。这运太好了吧，我以前运更好哦，最近的运超差的哦，对不对小鱼？对不对阿鱼？阿鱼奉承。干怎么办，打哪张？你成功改名了，那你就叫小月啊。怎么还没睡？我没有跟他们吵架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。你要问小鱼有没有偷骂他们？哎、欸，小鱼，你在打牌的时候不要骂他们好不好？就你在那边骂我的牌，他们生气了，不敢出现了。
麦块爱好者安安，以后都不骂，干你还真的骂哦？你怎么可以骂他们？都是我的心，我的肉，我的宝，我的贝。怎么办？缺一张耶。没有这个我没插，我是怕这个没有。哎呦喂啊！我等一下下去拿药了。啊，是广告、哦。我其实也在等他来啊，这个我还好，这个比较有点安全牌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好有广告，我刚好点下去啊。我说吃广告就有广告，你知道吗？有个按钮可以按。昨天地震没感觉，有哦，港死了那个绝。那个港那个绝，原来在排山啊，对呀、啊，哇，报应来啦！六柄东风在你手上，你就不交出来啊？没有啦，六柄也是我后面才拿到的啊，东风也是我后面才拿到的啊。如果刚刚来三的话，我搞不好就把那个给打掉了。如果他是先来三万的话，我就把东风打出去了，搞不好就变泥糊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手机最近吃不太广告，你要吃吗？为了你在那里吃，按到你吃到尾，然后观众说啊，关掉了，关掉了，反正都爱播广告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请问刚刚这样流局连庄，哎呀！龙，好了，这个辉夜姬连装完换下一个辉夜姬了。800、800万，我再打8000，讲错三次，讲错两次。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！东西，冰冰的可以直接用抖内增加繁星的收入。
对啊，对呢，你吃不到广告，你直接给我钱好了啦。你真的想帮我的话，广告没怎么样，跳过就好了。对啊，整个跳过就好了啊。哇、wow、有些广告吗？你是说减肥药广告吗？你想太久了吧。没事没事，你有两班，给过给过。哇，下窗了。有些广告其实什么，我是一个上班族，然后有一个女朋友，我们很恩爱什么之类的那种广告不是吗？哎、欸、有机会哦。有些吃的蛮有趣的，对啊，像那个噔噔噔噔噔的那个手游广告，我觉得我看到很无聊耶，看到超腻的。还有什么要灭地精拯救公主那个，然后最好笑是我在看我的直播记录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日麻的直播记录，又跑出那个翠魂麻将要叫你氪金的广告，他是用日麻少女的图贴，我说现在什么包月的话会送什么灰玉哦，还是什么。好，吃广告喽！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有黑人台光的广告，我就会看完。哎呀，这个还有，要。再来一张吧，再来一张吧，再来一张吧，一定有人吃到啊，不是只有你没吃到好吗？没广告，还是说他点广告有 CD， 还是广告他有，也是有看广告的那个延迟在。难三局，很难一局。嗯，一直都是信用卡广告。对啊，你把我绑架、欸。啊，这局结束，我下去拿一下那个药，最近在吃药。突然不利，我图意不利，你是故意不利然后来自摸吗？哇，你很可惜耶，找一个绿植，安嘎嘎，约会的怎样？整天说你在约会会不开心啊？啊，刚刚又在约会了。
嘎嘎进 DC 跟兔窝那个嘛赖群的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要玩日马，你就来那个啊兔窝里面玩啊。你想要造大一点，所以没力，那你可以更大啊！你怎么就这样子摸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没事啦，大有什么用？你 DC 没有？你看要不要那个兔窝的赖群有 DC 的位置？你看要不要从里面找一下？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在兔窝询问说日麻有没有要打，或是你想打日麻的话，应该 DC po。啊，有空的人有看到就会出现跟你玩。你去康康，好，去康康。混拳带腰啊，孔老大！又没有，就只是南风一个，然后一个红宝牌，换一个宝牌。听说用手机就不会知道了，不好说哦。要打吗？啊！恐龙大，我刚说什么恐老大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我每次都叫他恐老大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要打什么？搞不好三色。嘿、欸，那他缺条子是不是？你是要这？他不要啊，他没有啊。看二跟三打掉了，他怎么可能要？对不对？他缺的是什么？一条。他刚好摸过二跟三的。你没念对过啊？对啊，孔老大，我觉得孔老大比较帅呢。我觉得恐龙大就很奇怪、啊，还是恐龙大大，龙大，龙大，我就想到一个广告是什么？龙大汽车借款。还会什么？还是会嗨他。醒来的时候你不在身边，害怕。孔超大吗？天牌，天牌。我唱错了，不然怎么唱？醒来的时候你不在身边，不是吗？害怕，还是会不知所措。我去查歌词，因为其实我对这首歌不熟啊，我都是用听来的、啊。亲什么亲啊，小鸡鸡让他直接结束啊。醒来不带你，来醒来不带你等旁边，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怎么唱音都不对啊。醒来不带你身边，我去听，用听的。打架打架打架
当小鸡鸡，我还有一个红宝牌啊，对不对？赢了呢。韦以安，就这个广告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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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喜欢那张，准备了，会唱的一起唱。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害怕。结束了，好，刚好在韦里安的结束下，我们结束了这一局。好熟悉的音乐，又还是会害怕，不会有版权吗？靠！才三秒钟而已耶！哎，自己走开哦，生母。拿药，对你拿药，感谢吃广告。哦，看到白板了。喂。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，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，对耶，都是吃的哎，装蛋黄、白酒、真好。什么？法式双蛋黄裸生蚝配白酒。你忘记那个几号怎么看了欸，那个小鱼教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开始咯。生白酒生蚝佐双蛋黄酱。哦。繁星当然不是啊，我但是吃他们的啊。你不敢吃蛋黄，所以咧，你就叫你男友吃了吗？好啊，放闪啊！还是会害怕蛋黄恶心？不会啊，你可以吃男朋友剥给你的茶叶蛋啊。还是你都是吃蛋白，然后蛋黄都不吃，而茶叶蛋很好吃哎、欸。不，你家那只也不爱吃蛋黄哇！天哪、啊，怎么那么挑食啊？啊，所以温泉蛋的那种不行，拉面上面那种半熟蛋都不行哦。很好吃哎、欸！哇，嘎嘎，你这样不行哦、喔。
半熟可以呀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那超好吃的小鱼，你现在给我去吃。好吃，超好吃！我等一下去做一个，等一下去煮一个给你看，然后切那个横切面给你看。完了，我们的友谊越来越薄弱了，就因为你讨厌吃溏心蛋啊？对啊，溏心蛋呐、啊。哦，等一下，那嘎嘎敢吃溏心蛋，不敢吃。全熟的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做朋友了，我的友情又回来了。蛋黄炸出一堆人，对啊，还不就是因为双蛋黄这个话题，没有，主要是嘎嘎不吃这个，然后才掉出一堆人。芋头加火锅，哎、欸，谁打芋头加火锅就ban掉，你要不要回收那些打芋头加火锅的？哎、欸，哭啊！有一宝牌，没事。各位，我帮你们制裁他了，各位不用谢我。完了，他要生气了。哎、欸，小玉，我刚刚是想要移除那个讯息。刚刚有人跑太快了，弯道暂停使用者，你要相信我。小玉，哎、欸，你不可以生气哦，我是真的不小心按到的哦，你要相信我哦。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只是不小心按到的哦。哎、欸，他骂我脏话啦，他不开心了啦。啊。对啊，我也是吃加工的啊，加工后的我可以，可是芋头我就能不吃就不吃。哎，不能这样子啦！虽然说不能断腰，但是你这一般的也不行啦，不能只有长风跟一发白一发中这样子的。至少要两番好吗？粒子的话，就单纯粒子的话才能一番。无言有尽了，好吧，那我也多说无益了。反正错的是我嘛。你看吧，昨天说什么？昨天说，我什么时候对你生过气了？有啊，现在啊。算了，哎、欸，最后一场了，结束我就关台了。恐龙大大，你是故意去改大大哦？
啊，我刚要抢房的说，没有啦，有人不管台了，我应该就关台了。我害人家走心了，我要负一些责任出来，所以我等一下关台，去安慰他。有进改心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看这是不是？都是生气了吗？这个就是怎么讲？走在路上逛街，又突然就大吵，说什么啊？我就想吃那个没，啊！你们是不买给我吃？啊！问你真的生气了吗？因为他传了爱心分裂的图，那我去传一个爱心拼好的图给他好了。我传一下贴图哦。嗯，不对，我要贴这个。今晚的魔力升等台是要改日马台了，就看我怎么安慰他。不行啊，这个下去就小鸡鸡了哎、欸。逻辑鬼才，我逻辑鬼才，不然嘎嘎你来吐 ODC 了没？不然等一下我们找小鱼还有你还有老居一起来玩，我们一起来 play。你没有生气啦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有扳手了？我以为我因为之前好像 ban 了谁有扳手的就要重新给。玩啥日麻？你怎么可能没心碎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知道吗？play 啥日麻？还 play 日麻？反正他维修到六点嘛，啊，我还有一个小时可以陪你们玩。好卡哦！等一下，我网页当掉了。好了，回来。哦，你在上班哦？好吧。是啊，你可以跑去厕所偷偷的玩，不是吗？你说这样子。哦，怎么都来这个啊？为了不让我的牌变小，我舍弃掉多少了？都在对面。等一下，我有个朋友怎么在礼拜六下午订阅我？妮妮，原来是你，好酷哦，白痴哦！我一个 FB 好友，我刚才看粉丝团讯息，然后在想说找一下嘎嘎的那个资料啊，就看到一个，哎、欸，他、啊、那个不是那个谁谁谁吗？礼拜六下午炎天啊，炎天！
为什么找我？啊啊！想说你刚刚不是在问那个编号啊？想说对耶，我找你干嘛？我又不知道编号怎么用，然后就在翻我的那个粉砖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我真的是怎么讲？比如说好，今天你们在开直播好了，然后有就是一个你的 F 就是好 FB 好友，可是你就是想说他完全不会跟 FB 有关的人，然后突然订阅你加你那个什么来看你的直播，你想都没想到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本名不好看，你叫什么？那你姓什么？你懂那感觉吗？就很像，今天你的家人就是一窝蜂爬来看你的台，这样感觉。三哦，很惊讶，嗨呀！好，一个一个敲，气死！很难看的，是不是？名字很难看的吗？那我一个念出来了哦。噔噔噔噔，啊，开始一个名字全部念出来，这样子吗？就像那个叫号，在那个什么，那个谁来看医生的时候叫号了，那张叉叉叉，陈小姐，对啊。就发现我完全都叫错了，就是叫到其他人，有没有？就是聊天室的其他人。你改好了，不是你 FB 改名字吗？可是这样改的话，不是会很多问题吗？他会说什么？什么是什么电脑账号？那个什么机器人账号？什么电脑账号？我讲 DC 哦，白痴啊，被气哦。好啦，那个等一下玩再来玩啦。啊，点错了。哎，我 DC。等一下哦，没有，等一下哦。行，好，回来了。那个双蛋黄那个要退咯。好欸，你来了欸，天哪，可是我要关了欸。好啦，要关了啦，要关了，就这样子了。好啦，那个晚点轻松高效见啊，结束后就是
不是啥。对，魔力台就这样啦。好啦，各位辛苦啦，晚安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